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宁臣残害忠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嗯，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。康公十九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划开了。妹妹快醒过来。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，我不甘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。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啊，王姬请息怒，天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天侯这是要造反吗？天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。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。好在双剑还在我身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哎，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
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。杀的明明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一定要记住，活着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给我留活口！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我跟……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，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恐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
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。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季江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，难怪你能驱使世魄，寻常人使之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这古玉所制的神剑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这赤霄，乃是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，承蒙亲眼，交托大任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兹也在他们手上。那你有何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，我只在书册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。现在的你，去凡尘拿上你的兵器，离开这里。多谢，告辞。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。你请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正是方才后羿所赐？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，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，是我临淄即将齐国的王，我也曾是，我不敢。原来你是，我没有。我虽然得势力已经不是我。说起来好笑。我从小就很擅长，出生起就在我厌倦宫院里出现的梦。我改名小白了。是啥？这是我阿娘给我取的名。嘿嘿，齐姜氏哪有那么……这位朋友啊，我吗？我要见将军。这会儿没见着。哎，不，哎呦！
那一刀刺的，父亲不是我杀的，明明。